还我同胞，还百姓公道啊！今天又来了。蒙古是对了，前期公安军的边界。都是老百姓，都是前旗的。昨天上午搁这儿了，没给我们解决事儿。下午去蒙古署，都前旗公安局被抓的。还在几十位，这是无辜可立，这是别要交罗，还骂我。对，我敢说现在无辜立的，还骂我。到保罗礼物间那边，还打扰他。让整个西安盟都知道。还我同胞，还老百姓公道啊！今天也来了不少人哈，大家看看啊。前旗政府，咱老百姓还是有血性的人啊！昨天抓了二三十个人，今天来要人来了。是老百姓的，看看啊，这就是咱国徽，前旗政府。还我同胞，还老百姓公道啊！昨天上午一上午啊，我在那个前旗政府。谁都没出来说话。下午我们去了蒙公署、前旗公安局、派出所都去了啊，抓了二三十个人，还打了，特警都出动了。今天这些老百姓又来了，无缘无故打我们老百姓，还抓我们，是不是？